只念功课不念小房子可以吗？功课就像是日常支出，小房子就犹如还欠款。如果一个人身上没有债，也就是没有业障，没有灵性，只念功课是没有关系的。如果一个人身上有业障，有灵性，就最好念诵小房子。做功课总比不做功课好，但是等到有一天福分用完了，又正好赶上倒霉的时候，单单做功课就不能够保平安了。这就像是平时的日常开销就是全部的工资，如果哪一天有事了，开销增加了就不行了。有关念诵小房子的更多详情，请参阅《小房子念诵指南》和卢台长的最新节目录音。